接下来去看朝政母教还有四期文物。嘉义四四丹是古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，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开始的地方。嘉义四四丹最早支持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之一。其实呀，中国和嘉义四四丹有着很深厚的文化关系。古时候我们从唐朝长安带回来了精美的丝绸和瓷器，还有啊，中国伟大诗人李白在嘉义四四丹也是很出名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李白的故乡秦朔在碎叶城，碎叶城在唐朝位于嘉义四四丹首都，就是 Bishkek 的东边附近。